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冰山后从容脱逃。唯一比林湘大的就是熊女，真的非常有看头的一位，他一岁三个月。这是我们知道的熊女吗？这是熊女是吗？哇塞！她是拉古泰对不对？好像是拉古泰哥哦。哇！你跳起舞来杀气好重，那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来个尖叫才打吧。是的，熊妮吗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哎，他意外拉古 tango 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他平常就拉古 tango， 他每天要在跳拉拉队。可爱的，我们从来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们台湾有一个世界第二的国标舞者啊！熊妮，哎呦，啊，你跳这个国标跳多久了？我已经跳第11年了。跳第十一年，你很资深的哎。对，因为我很小就在国外学跳舞。真的呢，有没有？欸，爸爸妈妈6年就砸了1-2千万，天，真的花不少钱呢，对不对？学这个啊，你这个很辛苦啊啊！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，你去过黑池啊？我们是去德国公开赛。不太一样。德国那不一样，英国是黑池啦，最高。那你去比赛那个地方？自来水杯？不是不是，舞蹈黑池。不是不是，你那是化粪池。等一下，差太多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一池啦。那学国。国标，然后后来当啦啦队的舞者，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其实我觉得变蛮多，因为以前我的目标是想要拿世界冠军，但是对，因为今年就是我的舞伴，我的哥哥就是走了，所以啊，你亲哥哥，我的亲哥哥是你的舞伴，跟我跳10几年的舞伴，然后对，所以就是很突然，没关系，对啊，所以才决定就是好好的往演艺圈跟啦啦队努力，对。
对，聊那么尴尬的话题，我对啊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知道 ，sorry， 没关系。但是感觉你在跳的时候有带着哥哥那份力量，有，就是把他的那一份一起。努力，然后表演呈现给大家看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他们一般哦，他们跟那个 partner 都会交往。哦，基本上是就还 OK， 对不对？会会嘛？因为他会有一种感情的交流。不后啦，不后啦。不行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怎么突然间从张学友变成陈雷啊？雪狼湖说：“先不要来找我。”刚刚讲的非常好，带着哥哥的精神，继续表演，但也不要放弃。对，今天这个表演是完全里面最专业的，真的非常。